伟，他可能没有不好，可能但他可能就是怎么讲呢？要可能如果孟云吃素，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不太确定是什么，好像就是很喜欢那个国文老师吧？孟云叫国文，就啊，字写的好漂亮啊，人也跟字一样，哇！好多课本以外的东西哦，真有内涵。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变态啊？哎，不是那个样子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自己觉得大伟是还蛮主动的，但我想从你这题问孟云，他应该会不太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，然后对剪就被打脸。不要笑。我觉得孟云一直以来都讲得蛮清楚的，对他就是一直以来他都有。很明确的跟大伟讲说很谢谢你，然后你是一个很好的同事，然后有你这个同事真的很好。其实我觉得对于孟云来讲，他的角度是我都告诉你了，可是大伟只选择他想听的，他不会听到同事这一块，他只会听到哦，他说我很好。被拒绝，对啊，讲什么就很难过啊，就很难过啊，然后心碎啊，听见玻璃碎掉的声音。觉得心洒了满地，觉得本来以为说出我喜欢你会接下来是很浪漫的拥吻，结果他竟然，当下真的有这样觉得，不是应该这样吗？就是啊，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也是，两个就很有完全没有，还手刀跑走，对，还手刀跑走。根本就是极度的羞辱人，心碎了满地。等一下一片一片捡起来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辛苦了。